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啊已经介绍了哈前五世的心所，大概介绍了21个哈。我们心所总共有51个，那我们介绍21个，这21个心所呢，目前为止都还算不错的哈。我们介绍了善十一啊，遍行五个遍行，还有5个别尽哈。啊，所以啊，这个大概呢，啊，前面这21个心所，对我们来说都算不错的哈。我们常常要说要情绪管理，那我们要注重啊，前面这个，尤其善十一个心所哈，我们要常常跟它相应哈。那啊，我们介绍了5遍行呢，它很厉害哈。它是遍一切时，而且遍三性善恶无忌都有，还有遍8世，我们阿赖耶识也有，阿赖耶识也有5遍行。阿赖耶识的心所除了5遍行之外，跟其他的心所不相应的，还有呢，它还遍9地，三界9地，这个还遍。那因为每一个心念呢都有5遍行，所以呢叫做周遍行起。那这个5遍行我们知道呢是咒意是受想思哈，那是当我们的心念啊起来的时候，那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啊，并不是呢每一个它有自体的存在哈，所以我们一般说这个叫做一念5分说了哈，那我们以眼见色来说哈，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茶杯，那我们需要透过呢注意呢，否则我们视而不见，你不去注意它嘛，那你就视而不见哈。那不同的人呢，可以从茶杯上看到不同的细腻的地方哈，啊，这个是属于触。就是你看到了某一个部分哈，那因为看到茶杯，所以你就会起了苦乐或不苦不乐的感受哈，你喜欢不喜欢的意思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是属于受的作用哈，那那受的茶杯的形象，同时说呢这个是茶杯哈，那这个是属于想的作用哈，属于想的作用。那美丽的茶杯升起想要的心态，或者呢可能啊不要哦，那这个是思的作用哦。如果我们说哦，我这样的介绍你可能会感觉到诶，那咒语是在前面哦，如果你这样想啊，咒语呢是在触受想思之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咒语呢啊，还没有发生触受想思的功能啊，这个跟我们平常看东西的时候就事实上不符哦。我们一看虽然注意了，但是我们同时哈，同时呢会啊想起看到触哈受领受了，还会想它哦，还有思哈。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刚才这个例子呢，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好像有步骤啊。事实上呢，他们5个步骤呢是同时的升起啊，没有先后了哈，就大概有先后也是那个不到1秒钟的时间哈。我们注意这个差别，一看哦，那5个都起来了哈。那另外呢，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别境嘛，哈，境是境界的意思哈。
那有所谓的令、圣节，还有这个义，还有定，还有所谓的会哈，这五个别境。那他们为什么会所谓别境呢？是因为对不同的不同的境界而发生的哈。譬如说我们的意想嘛，欲求嘛哈，需求，那是对于所乐境，我们喜欢的境界而产生的啊。另外呢，我们圣解，我们要决定什么东西，那是对一个要决定的境界而发生的，所以叫做圣乐境，圣乐。另外呢，我们会念想起来嘛，哈，思念嘛，想起来，那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这个境界过，叫做真习境，哈，真习境。而对于定跟慧呢，这个是修止观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用的哈，所以呢，它的境界呢是守观境，你对于你观察的境界而起的一个作用哈，定。那这个呢，所以五别境呢，它是分别对守乐境、决定境、真习境、守观境呢而分别产生的哈。其实呢，这些境界呢，可能各不相同，也可能呢，是一个境界不同的面向的描述哈。譬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个简单的念佛嘛哈。念佛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沿着佛号的境界呢，那这个是念佛的所谓的守乐境，因为我们喜欢嘛，我们对佛相信他，感觉到他能够帮我们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念佛。那念佛呢，是我们所希望的守乐境，这个是义嘛哈。而同时呢，也认为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境界呢是正确的哈，所以是决定我们要念佛。然后呢，我们念佛是以前一直在念佛嘛，所以念佛是曾经念过的，是这个所谓的曾经学习过的境界，而且呢是在其中呢，我们会观察念佛的自相空。为什么自相空呢？因为它呢是我们念佛佛号是一个没有自相的，它是依你的念而起的，所以也是空的哈。那这样子的话，那念佛的境界呢，同时它就具备了所乐境、决定境、真习境，还有呢所观境这四个不同的面向哈。所以呢，我们也这个别境呢，也可能是不同的境界哈。那也可能是同一个境界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哈。然后我们也介绍个了善心所有十一个哈。我们好人跟坏人呢，怎么去分别呢？内心呢要有善的形象，也就是你内心里面要有善的念头哈，不是从外向来判断的哈。清朝呢有一位高僧，叫我们大概都了解，叫义林禅师了哈。义林他是国师哈，那他的师兄呢是好吃懒做哈，但是他的师父呢叫做天隐和尚，却说呢他的师兄呢算一个徒弟，义林国师呢只算半个。其他的徒弟都不算了哦，所以他不从表面上去看你好不好，他是从内心去看的哈。内心如果没有善的话呢，那表现呢，表象上呢，你再用功也是没有用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天隐和尚呢，
认为他这个大师兄虽然是好吃懒做，但是他有一个善良的心念，哦，所以认为他是一个徒弟，啊，玉林国师呢不错，算半个哈，哦，所以啊，这个是这样去辨别的哈，哦。那我们对这十一个善心所呢的形象，也就是他的样子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啊，去专注他哈，哦，去注意他哈，哦，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方法。然后面对啊一些不同的问题，找到重点哈，不是表面来处理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自利利他哈。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啊，这个有善心的人哈，啊，才能够呢啊带来自己或者他人的快乐哈，而且认为是生生世世的快乐，不会呢眼前快乐，未来变成痛苦哈，所以是真正的离苦得乐。那毗婆沙论呢里面也说哈，佛法的体性呢就是带来众生的安乐，是符合人的需要哈，所以佛法是值得推广的。那既然呢会带来生生世世的快乐，那么善的经营齁，就要多方面的去观察它齁，善啊，我们你们没有看过了凡四训齁，也有拍成电影嘛，也拍成一个故事齁，了凡四训。那它里面呢就曾经提到呢，善呢有真的有假的，我们也看我们也在事实上我们也碰到过嘛齁，有些是真善，有些是假的齁，然后还有比较端正的，还有弯曲的咯，还有阴阳咯，还有是非咯，还有偏正，还有半满齁，没有满齁，大小难易，也就是善的这个它的面相呢也有很多个齁。不过我们现在讲的十一个善心所，是我们世亲菩萨哈，从四万八千法门里面把它浓缩而成的哈。所以这十一个善心所，我们要真心的啊去注意它哈，而且呢，要让它跟我们的啊念头呢，要常常相应哈，常常相应。那善心所呢，就像我们心王啊，叫八识的一个中梁之臣啦，哦，我们这个所谓心王嘛，哦，那有成属，有这个这个所谓的底下有大臣嘛，哈，哦，那这个大臣呢，我们这善十一这十一个呢，算是忠臣。啊，良将哈，那后面会介绍的二十六个烦恼，那就不好了哈。但是我们要去了解它哈，当它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哈？那所以这十一个善心所，我想呢，我们啊再大概把它啊叙述一下哈，比较白话一点哈。譬如说第一个信，我们对于比较艰深的经典，我们的佛经有很多，因为都是我们玄奘大师呢所翻译的。唐朝的时候，而且他们我上次提到过，是上百个人翻译的哦。那有，所以他的文学底子都很高哈，翻出来是当时的语言。那现在来看呢，好像。就比较好像文言文之类的吼，有时候我们对文艺呢不大容易了解。那如果我们能够呢，很有耐心的从第一个字呢看到最后一个字，我们都念经也有功德嘛吼。
那不懂的地方呢，可以去问人家嘛，哈。那也要呢，靠深深的认可。我们常常说呢，这个忍呢，就是认可的意思，哈，不是叫你忍下来，哦，不是叫你把那个气压下去，哈，而是你要去认可它，你要去容忍它，哈，才可以哦。啊，我们这个呢，对佛的经典。我们要深深的认可，哦，要深深的认可。那信解呢，跟信心呢是互相关对的，哦，因为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才会产生信解，哦。那对于道理呢，我们要逐步的深入；对于三宝的内涵呢，我们要升起感动，哦，然后呢，由深忍呢产生深乐。对这个经典呢，我们能够产生啊，对他喜欢哈、哦。那我们常常说呢，我们要皈依三宝哈、哦。那不是呢，对某一个出家人接受你的皈依就可以了哈、哦。我们要对无常、无我、极尽涅槃，这个叫什么？三法印哈、哦。对这个三法印的。啊，正确的见解呢，要能够啊深深的体会，而且能够了解哈、哦，那这样子呢，才算真正的皈依哈、哦。那这样子的皈依的三宝的信心，才不会动摇。反过来呢，如果对这个三法印没有去学习去了解，那只凭了感觉啊，认为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已经皈依了哈。那所升起的信心呢，啊，我们认为是薄弱的哈。啊，就像羽毛会随着风呢，啊，漂浮哈。啊，我们一般称毛道众生了哈，毛道众生。那因为我们深深的认可，根深深的。啊，引起的乐趣，那世人呢，对于善法呢，我们会产生深深的欲，这就是追求，去欲求它吼、哦，那十分渴望，并且呢，有能力的去造作各种的事出世间法的善法吼、哦，这样子呢，才能够把我们的心的体性。转为清净哈，那啊、这个心净化以后，才能够让整个人身心整体的净化哈。那啊、心的净化的关键呢，是在于正知见所引出来的。我们前面的所谓的深忍，就深深的认可。还有深深的啊，感到乐趣，还有呢，深深的欲求想去做，那这一些都要由信心来引起哦。那这个是信。第二个呢，精进。那精进呢，能够对治我们烦恼中的懈怠哈。那精进的人呢，不会有懒惰的形象哈。所以呢，精进呢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我们世间呢，各行各业成功的大老板呢，啊，对于事业呢那种从来不懈怠的形象，虽然方向不同哈、哦，他是拼他的事业，而我们是念佛哈、哦，但是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修行中。找到接受的榜样吼、哦，懈怠呢能够对治，不会半途而废嘛吼、哦，啊善法呢才能够做到圆满吼、哦，所以说呢满啊这个满业为善吼、哦，满善为业了吼、哦，那精进呢一般来说吼、哦，有人把它分为六个吼、哦，那。这六个呢是配合37道品啊，这个是小乘的修法哦。但是呢，
也很实用的哈。也就是说，在修主观的上面呢的精进心有六个。第一个呢，所谓增减精进。什么叫增减精进呢？就是你要增加的是善，你要减少的是恶哈。那第二个呢，是所谓增上啊精进哈。那这个信精进念定慧哈，这个我们前面所谓的这五个善根哈，那都要在空慧上修行扎根，那不断的增上，增上就是要让它有进步了哈，让它有进步。还有舍障精进，他说呢，透过我们五根呢，继续往上修学产生的武力，使空慧呢格外的有力，能够破除外道的啊这一些邪见哈，种种的障碍哈，这个叫做舍障精进。第四个呢是言真精进，这个是七节之在对治修主观的时候所产生的昏沉沉默调举散乱哈，那懂得对治法呢，才能够真正的现证诸法的真相哈。第五个呢是转依精进，那这个是靠前面四个的啊修学，转而增上现证空性哈，要现证哈。第六个呢是大力精进哦，这个是菩萨了哈，就是你现证空性之后，那你呢重回来世间啊，重回来，那在六度上呢，能够一一的圆满哈，成就啊，具备利益众生的广大能力哈，这个大力精进，那这个是菩萨的六恨哈，他要去实施的哈。第三个善心所呢是惭愧的惭哦，那我们一般知道呢，有惭的人，他就会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哈，那依照尊重自己的信解，不断的能够提升自己哈，因为能够啊提起教法，就是我们啊经典上的教法来要求自己。所以呢，就开始懂得尊重善知识哦。由于懂得用经典上的教法来要求自己，所以也能够反省过恶哦，并且呢看重自我反省，那个人的命运呢会因此而改变哦。那我们啊前面也强调哦。常是对自己的要求，哦，那慧呢是外面对我们的要求哦，慧是依世间力，也就是外部的力量哦，依靠世间他人的言论的力量，或者呢是我们的法力哦，外面的国法的制裁。然后呢，自己才能够懂得拒绝所谓的恶人恶事吼。那这样的心所能够对治无愧吼，就是没有愧心吼，而且能够止息恶行，你不敢做嘛，因为外人会指责我们吼。那因为有惭愧心，才能够依教法的力量，跟他人的劝导的引导，从内心呢来止息贪嗔痴哈，来舍对自贪，然后以慈悲呢来啊对治呢这个嗔哈，然后以正见来对治这个痴哈。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哈，惭愧就像一个服装一样哦，啊，我们这个佛
《一教经》里面曾经提到哦，我们的惭愧呢，就像我们的礼服哦，它是最能够庄严自己的一个礼服哦。那如果能够使呢行者呢能够表现出来庄严，能够有惭愧心的人的话，他是穿在身体上最好的礼服哦。而且呢，他惭愧这两个字呢，在我们以前的儒家哦孔孟思想里面，就是所说的廉耻的耻哦，羞耻嘛哦耻。那孔子说呢，知耻才近乎勇嘛哦，那你才能够更为精进哦。知耻的人呢，对于提升自己呢，就有执行力，不会沉溺于因行果且之中了哈。那没有羞耻心呢，不但内心没有反省的能力，也听不见别人的劝谏哈。那这样子的结果呢，好的朋友一定会离开你哈。我们知道呢，印光祖师哈，印祖哈，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和尚，但是呢，他常常称自己是一个什么惭愧师、惭愧僧哈，他是一个惭愧的和尚哈，那这个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五六七呢是无贪、无嗔跟无痴哈，这个是所谓的三个善根哈。我们知道呢，我们有后面会介绍到，我们生来都有烦恼嘛哈。我们的回向里面有说，我们要断除三障的烦恼哦，那。烦恼有根本烦恼，这个所谓的根本烦恼有六个，但是呢，我们说三毒最毒的是贪嗔痴哈。那而无贪、无嗔、无痴呢，是就变成三个善根，因为他们可以对治贪嗔痴哈。那只有远离贪嗔痴呢，才能够修得善法哈。那我们心中如果夹杂的贪嗔痴，那所修的善法呢，就没有办法呢圆满哈。乐果这快乐的果实呢，呈现的时候就会夹杂的所谓的苦痛哈，就不是真的乐哈。甚至于呢，所修的善法呢，可能变成恶哈。如果你里面充满了贪嗔痴的话哈，那我们修学善法的体性呢，它就是要对治贪嗔痴了哈。那能够对治贪嗔痴的，就称为善法。所以我们这三个称为善根哈。那一般来讲哈。我们对于三界或者是我们的人以及外面的我们的那个环境给我们的这些资济，也就是说能够供应我们的一些资产呢，如果说你呢很喜欢这一些的话，那就会变成贪哈，所以。佛法说你要厌离它哈，你要厌离它，因为这一些东西都是没有体性的，没有自信的。为什么？它都是因缘而生的哈，没有本身是空性的哈，因缘而生的哈。所以呢，如果我们染在这三界里面
对于三界跟所有的知计都没有办法处理的话，那我们就离不开啊，这个所谓的贪嗔痴哈，能够厌离，不在于染着于其中，也就在三界或者环境给我们的各种的资财的话，那这样的人呢，我们才可以说是无贪哈。那无嗔呢？是在所谓的对于三苦，或者呢三苦的知计。什么叫三苦呢？我们一般有所谓的苦苦，有所谓的坏苦，有所谓的行苦哈。那苦苦呢，本身就是我们一般有这个所谓的逼迫性的、压迫性的哈。譬如说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哦，这一些所谓的八苦，哦，那这个是属于苦苦，我们常常碰到的，哦，那坏苦呢，就是说我们得乐以后，那这个乐果呢没有了，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世间的乐终将变坏，哦，那变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苦，哦，譬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天眼，哦，我们佛陀呢以前有一个弟子，哦，他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呢他升天了。那有一天呢，我们佛陀带着他的弟子 也到天上去所谓游览的时候呢，碰到这位升天的弟子，结果这位升天的弟子呢跟佛陀呢就哈喽，就这样就走了，哦，那我们佛陀呢就把他叫过来，他说你看到我呢为什么没有对我行礼，哦，叫一声师父，哦，那这个人说我已经不错了，你看所有的这个天人都在享乐 我看到你还跟你打个招呼算不错了。那我们佛陀就是说呢，到了身为天以后，做天人之后，因为你的环境是让你享乐的环境，所以呢，你那个时候不会想到佛法了，不会去修习佛法，哦，那所以我们常常说烦恼就是菩提哦，因为烦恼会帮助我们嘛，哦，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苦苦、坏苦，还有行苦。什么叫行苦呢？行呢，我们就是刹那、刹那、刹那哈，那个你们五蕴哈，受想行识哈，那行哈，那是一个指我们的身心呢，是刹那生灭，牵流不息，没有办法做主，那你会感到苦吗？譬如说我们对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哦，它就是一直所谓的刹那生灭嘛，哦，我们一天，哦，我们的细胞会死很多呢，哦，上亿算的，哦，那所以呢在这一些都是属于苦。那我们呢对苦计呢，就是说我们资助这些苦的一些资财，哦，那我们对这些苦如果不生气，哦，没有怨恨心，哦，那就会无嗔了，哦，就是对于苦跟苦计能够没有嗔恨，哦，那就无嗔了，哦，就不会就没有生气嘛，哦，所以无嗔呢需要修观，哦，能够借由苦报来消除恶业的观修，借由环境呢来磨练身心智的观修，哦，因为受苦才能升起同理心跟大悲心的观修，哦，此外呢上一些这我刚才讲的这些观修呢，同样也能够让
嗔恚心，就是生气的心呢，不升起哈。那一般来说呢，哈，苦根苦的知至苦的知境呢，都是由恶业来。如果我们不造恶业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些苦果，就没有这些苦果。那所以苦果呢，需要透过正确的知见，仍然可以在受苦里面造善嘛。我刚才讲过，有很多人认为烦恼就是菩提嘛，因为你从苦里面才知道起修，然后才要去知道造善嘛。然后造善之后，就能够减低苦果的势力，也会带来未来的安乐。那这个是嗔，无嗔。那痴的话呢，啊，这是无明嘛。那无痴的话呢，就是你对于佛所说的，比如说三华印咯，这个还有呢，这些所有的实事，就是实在的事的这些事理呢，都能够明了，都能够明了。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呢？怎么样去观，才会让我们这一些事理，或者呢我们这一些所谓的三法印是真的呢？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嘛，我们知道呢，我们也常常听我们佛法里面很有名的叫缘起性空嘛，所有缘起的东西，它都没有所谓自体性，因为它是缘起嘛，众缘而起的，那缘散的就没了，缘散就没有，缘起有，缘散就灭掉，那我们唯识的 也提到过呢，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呢是众缘所生，唯识所变的，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阿赖耶识呢是一个自海，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你看到我的手，不是我的手跑到你的脑里面去，而是你的阿赖耶识有我这个手的像，然后呢它变成是以后，变成是了，就是由种子变现形，它就变成是，你就看到这个我的手，而这个手是你自己的事体所变现的，不是我的手跑到你的脑海里面，你看到我这个手都是你的事体所变现的，当然这个五个八个字都起作用了，我们现在只讲前五式嘛，但是你看到我的手是整个都起作用了。那所以呢如果你认真的去了解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四法印了，我们前面讲的是三法印，或者了知呢，事实是缘起，体性是空的话，那你就不会那么无，就是变不会那么痴了，就变成无痴了。第八个呢，我认为比较重要，清安，清安。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呢，这个五别境里面有定，这个心所。那定心所呢，跟念心所，它都有专制哦。你要定，一定要专制嘛，心一尽性嘛，心要专在一个地方嘛，那念呢？你也要专注啊，没有你练不出来啊，那主要的差别是定心所呢，在专注里面能够产生清安，是修止的成就。那练心所呢，还未能够产生清安，所以清安一法呢，他说只有定境有了，定里面。他说欲界没有，我这个我不同意了，我不同意，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新手，不是他们修禅定的那个清安哈，那个清安是一个受一个感受，我们这个地方是清安新手哈，新手，那他前六识都有，哦，前六识都有，那个啊第七第八没有，这个清安新手哈，前五识第六识都有，那啊。这个修主观的人认为，哦，修主观的以后呢，他的修止了，哦，修止之后他的成就者，哦，他的内心呢会很安定，没有他坐不住嘛，哦，修止就定定中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很安定，没有烦恼去扰动他，有的话他就坐不住了，就出来了，哦，那这个时候呢，它产生了清安，而且会带动风大。我们四大嘛，吼，地水火风，吼，风大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啊，针灸所谓的穴道，吼，那里面的运转，吼，风大，吼，身体里面的空隙，吼，有风在运行。然后他说，认为这个风大呢，它就会充满身体，然后产生清安，哦，这个是修定的人他的定入定之后的感受，哦，然后他让自己的身清安之后，身体清安之后，接下来他的心也会清安，哦，所以啊，这样子呢，身清安呢，又能够住啊，诸住心清安哈，这样子的调畅是世人啊没有办法体会的哈，能够让行者对于善法特别堪忍，所以说呢，清安能够对治昏沉，而且也可以对治沉默、调举、散乱哈。这个我们后面啊烦恼的时候会提到哈。然后呢，转染浊呢的身心呢，变成清净的身心哈，哦。那所以这个修止的啊，这个基础上呢，就能够修观，然后修观的成就呢，同时也会产生清安哈，哦。我刚才说哈，哦，我不同意他说欲界没有清安了哈，哦。另外有一派的人呢，他说清安有三种，他承认欲界有清安哈。他说第一种呢叫做相似清安，很像清安了哈，但是不会定中的那个清安感觉。他说还没有达到初禅呢，还没有入定的欲界的定，那欲界的定呢也会让人家感受到相处相似的清安的感觉，哦，这个是相似清安，哦，这个是 我认为是同意的，哦啊，这个我们一般如果你在修主观或者禅坐的时候也会产生的，哦，那第二个呢叫做有漏的清安，那这个有漏的清安呢，它已经达到色界跟无色界的清安，但是呢，因为他呢没有远离烦恼，他还是有烦恼嘛，哦，他还有法执哈，哦。那他呢虽然是这个清安很快乐，但是因为还是啊有烦恼哦，那并非呢修空观哈，哦。修空性，这个所谓观慧所得的清安，还没有断除烦恼哈，所以这一种没有断除烦恼的清安呢，啊，它叫做有漏清安哈。第三种叫做无漏哈，那无漏的话呢，这个就厉害了哈，啊，这个是啊，这个所谓能达到无漏定哈，这个，啊，可能要八地以上的菩萨了哈，啊，
它能够断除烦恼了哈，所有烦恼都断除了哈，那才能够得到无漏的心安。第九个啊，善心所是不放逸哈，不放逸呢，我们知道它的对面就是放逸嘛。那放逸呢，就是放纵身心哈，啊，能够对治放逸的，就是不放逸哈。那这个呢，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三个善根，对于所断恶，让它不生了哈；对于所修的，让它增长哈。所修的善哈，那这个定义呢，跟精进好像有点相似哈。那为什么还要立一个不放逸心所呢？那他们的主要差别是在于精进是对治善法的懈怠，也就是说你在修善法的时候懈怠，那就不叫精进。你如果对善法能够啊这个不懈怠的话，那就是精进。另外呢啊这个不放逸呢，是对于追溯事实的放逸，就是说事实间的享乐，如果你不去放纵的话，那就不放逸。哦，那精进呢是修法，哦，你修法不懈怠，那叫精进。哦，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比较消极，一个比较积极一点，哦。我们第十个讲到行舍哈，这个行舍的话呢，是在善一般来讲哈，它是一个也是修行主观的一个心理作用哈。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在修学昏沉、沉默、调举、散乱的对治法，使我们的心呢达到平等。也就不昏沉、不沉默、不调举、不散乱，然后正直、直心、正念、正知，哈，就正直，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修主观的时候，如果说你把心摆正，啊，把心摆正嘛，哈，这个行舍嘛，哈，把心摆正之后。你要达到你的心平等，然后呢，还要怎么？还要正直，哦，不歪掉哈，平等不歪掉哈。然后最后达到什么呢？无功用智，嘿，就这样定在那边哈，无功用智哈。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修主观的。啊，一个方法哈，我们等一下也会再啊来提哈。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安跟行舍这两个方法呢，是每一个宗派他在修学主观的时候，成就定慧的一个下手的功夫，跟就近的方便，都从这边下手了哈。因此呢，这两个心所呢，对于昏沉、沉默、调举、散乱，它能够加以对治哦，而且能够成功的哈、哦。第十一个呢是不善，不害哈、哦，不害的对象呢，当然是对所有的有情哈、哦，有情众生嘛哈、哦，有情众生呢，不要对他。轻省逼害哈，那他的体现是，他怎么来呢？当然要无嗔嘛哈。你说你心里很恨的，很生气的，能不害吗哈？我们看新闻呢，常常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动不动就会打架哈，啊，而且呢，好像动不动情绪就会爆发哈，那是情绪管理的问题哈。所以呢。
他不害呢，是以无嗔的心意为贬值，你不生气嘛，哈、哦，作为你无害的一个前提，哈、哦。那由于无嗔，哈、哦，内心希望给予众生快乐，哈、哦。那给众生快乐呢，需要拔苦嘛，哈、哦。那拔苦当然不能让众生受苦，那你就不会去伤害他嘛，哈、哦。所以呢，希望就把一切有情的痛苦，那这个就是慈悲嘛，哈，以乐跟拔苦嘛，哈，那度众的圣用，哈，也是我们佛教的重要的根本，哈。那综合来说，哈，性可以使人呢乐善，哈。那因为信心在于看到佛法三宝的功能呢。看到善法能够带来安乐，所以呢喜欢做善嘛吼。那三善根呢能够做善，无贪呢能够发展布施，你不贪之后还要去给人家嘛吼。那无嗔呢可以发展慈悲利众的事业吼。那无知呢发展正见吼。那精进呢以不放逸呢才能够让善业。能够圆满哈，因为能够持续不断，那惭愧呢才能够止息恶行哈。那但虽然是止息恶行，但是也有修善的作用哈。因为如果当惭愧心升起，才会愿意改进嘛哈。我们因为有惭愧心，所以自己会反省。别人指责我们也会反省嘛，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止恶行善，哈，止恶行善。那我刚才介绍这十二个善心手，那并不是说善心呢只有这十二种哦，哈，而是在断恶修善跟修学主观上。这十二种的心理活动特别重要，如果能够了解它的形象跟作用，善用这一些心所，就能够在修行上呢获得大力。哦，这十一个心所呢是世亲菩萨他所归纳起来的哈。哦，我前面提到过，我们内心一定要常常记得它，那这样子你的内心就充满了善心所，烦恼比较不会生起来，哦，而且呢，啊，比较能够止恶行善，哦，那近来呢，我有因为我这个年纪哦，常常有朋友会往生，哦，那有些朋友呢，啊，就听到说他在快往生的过程里面呢，他会去信仰啊所谓别的宗教哈。那我就思考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佛教呢讲的是自己。救自己，哦，你虽然我们说我们也有可以依靠的念佛可以往生的一个地方，但是也要靠你自己念啊，对不对？你要靠你自己念，然后能够念到接近一心不乱啊，才行啊。哦，不像有一些宗教，他主张说。只要你信我，你就可以到我这个地方来哈。那很多，如果你平常不修行的话，到最后你会起什么恐惧心嘛？你会怕嘛？那赶快，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怕最容易什么？去抓东西嘛，哈。能够，比如说，啊，你溺水的时候容易乱抓，能抓什么东西抓嘛，哈。那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哎，
来来来，来我这边，你只要信我，信，那你就没有问题，哦。有些宗教说信他可以升天嘛，哈，有些宗教说你信他可以不下地狱嘛，有没有？以前有一个叫做什么？我不把那名字讲出来，哈。那个点传师都说跟你点一点以后，你就不用下地狱了。那在你彷徨无措的时候，有人跟你这样讲，那你就很容易呢，啊，去相信嘛，哈。那不过我还是提过来哦，还是要靠自己哦，因为你离开的那一刹那，你的主会最后剩下阿拉耶识走的时候，那个心念还是你自己哦，哦，跑到哪里去不知道哦，不知道。啊，所以呢，我在想呢，我不知道哈，我们啊，这个常常有很多讲理论哈，啊，修行啊，这个啊，我不晓得有没有给大家讲怎么修行啊，哈，啊，我这个是比较粗浅的哈，啊，可以啊，大家试看看了哈，我们讲的这几个善心所，我们要来应用一下嘛，哈。那怎么办呢？啊，我想呢，你起先你要相信嘛，哈。我刚才讲过，你信人家可以往生到他那边去嘛，你信佛法也要相信，信是一定要起的，哈。信心没有起，那不会持久，哈。然后接下来呢，你信了以后，你认为佛法很好嘛，哈，能够让你离苦得乐嘛，那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所乐尽的意嘛，吼，你会想去求他，追求嘛，吼，你想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呢，你认为这个是没有错，啊，就这样修，绝对没有错。那这个时候是圣解嘛，吼，决定了嘛，吼，你就决定下来，决定下来之后呢，你呢，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啊，把这个心呢。摆下来，刚才讲的那个行舍，你决定了以后，认为这个的确可以阻恶行善了，那你就想到行舍，把心摆下来哈，摆在中间嘛哈，啊，平等正直的摆下来。摆下来之后呢，你可能还是会彷徨。彷徨无着嘛，那你怎么办呢？你想起你以前修习的，你念佛也好，你以前念佛就念佛啊，哦，你要念哪一尊都可以哈，哦，没有限制哈，哦，啊，不一定说念阿弥陀佛就你也可以念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嘛哈，哦，也可以啊哈，哦，都可以哈，哦，那。也可以练坐啊，哦，也可以练坐啊，哦，看你自己的以前比较学习什么，那你就练什么哈。那，哦，练了以后呢，是干嘛呢？让你不会跑掉嘛，哈，哦，你有一个专注的嘛，哈，哦，我专注练佛啊，然后呢，你就会什么产生定嘛，哦，你这个时候专注在练佛嘛。什么都不想了嘛，哈，那你就可以达到定，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起心安的感觉。什么叫心安？不要说刚才那个，啊，入定后的产生，那比较难一点，哈。你这个时候你就放轻松嘛，哈，轻松一下嘛，哈，轻松嘛，哈，然后起意乐的感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娱乐呢？你放轻松，身体舒服了啊，就可以了，哦，就可以了，哦，那你就保持这个状况，哦，如果松懈下来，你就要精进嘛，哦，你就要精进了啊，能够保持多久就算多久，
跑掉了，那你就重来一次嘛，哦，慢慢的可以把时间延长哦。这样子的话呢，对你的很多啊身心会起一些作用哦。譬如说，有人睡不着嘛，哈，哎，这个方法有效。你也可以在睡觉之前，按照这个方式，把心呢安置好。我们说会掉那个什么昏沉了嘛，没有关系了，哈，睡觉前昏沉就昏沉就睡着了嘛，啊，你又不是在修止观，哈，就是说你到啊入定之后起清安，身体很舒服啊，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嘛，而且睡得很舒服，好，所以也可以这样慢慢的修嘛，哈，有一点皮毛之后，就是自己的感觉有身心有所改善哈，然后再慢慢来哈，先啊这个教大家这个哈，那目的呢就是说让大家不单单只是理解佛法哈，那对自己的身心也能够起一些作用。我记得大概。哦，大概20年前哦，我在南部，我在高雄当处长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考检部哦，好像有对这个什么委任生荐任或者荐任生检任有办那个讲习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个什么台场的台南嘛哈，台南台场的总部啊哈。哦，那很大一个园区哈，他常常在那边办，他也找我去哈，啊，他说要讲软的了哈，不要讲我所学的，因为我们是会计师生的哈，讲软的，然后我就是讲情绪管理哦，他可以让你前一天住到里面，他里面也可以住哈，然后隔天呢，啊，大概3个小时而已哈。那我大概呢，没有这么详细了啊。大概把我们佛法里面怎么样把情绪稳下来的方法呢，啊，告诉大家而已哈。那也可以让大家呢，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慢慢来哈，不急哈。我向来对很多事情呢，虽然我是学会计哈。写审计的哈，那但是我的个性我是不急的哈，啊，能够慢就慢哈，那你一次很短时间就跑掉了，那没关系嘛，啊再来嘛哈，要不放逸啊，精进的啊加以学习哈，久了以后。你那个所谓的定或者止的情况会延长，那也是你修止观的前座啊，将来有机会是可以修止观的，你定成就之后就可以起观吼，就可以起观啊，起观的时候那啊就有很多的方法吼，这个有专门叫主观的，我看到我们那个里面有也有叫主观的嘛，有不净观，有很多观法，那对你的身心的健康，或者是我们刚才讲过，你真正的修定之后，你可以不吃饭了，因为你的身心会起清安，你的四大啊，地水火风会正常的运行，那身体呢会感觉到很舒畅很愉快齁。好，我们这一节就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好，我们啊讲完了善心所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烦恼心所齁。啊，我们烦恼心所有所谓的根本烦恼，就这个是在23页齁，还有所谓的随烦恼齁，根本烦恼跟随烦恼。
那根本烦恼，我刚才提到过有六个哈，贪嗔痴慢疑见哈，有六个。那随烦恼有20个，所以烦恼总共加起来有26个。可是我们的善才多少？11个哈，远远不足哈，不到人家一半。所以我们常常要诱发哈，诱导我们的善心所。常常要跟我们相应吼，那我们的烦恼呢就会少一点吼，就会少一点。那我们前五世的烦恼呢，他说中二大八贪嗔痴一句就把它讲完了吼。那这个总共呢有几个？中二大八吼，就10个嘛吼，贪嗔痴13个吼。就是说，我们的前五识跟烦恼起的相应的呢，13个哈。那首先我们来讲中二哈，中二呢，它是中，就是指中随烦恼哈，中随烦恼。那我刚才讲过呢，烦恼它除了根本烦恼之外，有所谓的随烦恼。什么叫随烦恼呢？它是会跟着根本烦恼而发生的哈，就是说它本身，不会单独的，它是因为是这根本烦恼而引生出来的。那有所谓的大随、中随、小随哈，你不要看大中小哈，里面呢是以小随烦恼的形象最初。也就是说，最容易让你发现了哈，我讲一个哦，比方愤怒的愤哈，那个是小随烦恼，那个一表现出来就出来了哈，那形象最初哈，那为什么叫做大中小呢？因为看他的，譬如讲大随烦恼我们大随烦恼呢在在27页他这边就提到他这个这个不是27页，不是的哈，24页了，24页哈，他不，他是呢，是片染的，他不但染于不善心，而且是染于一切的，甚至于通于有户无忌。27页这个地方，大八有没有？大八的第三行有，且通于有户无忌。什么叫有户无忌呢？我们本来说无忌是什么？非善非恶嘛，无忌嘛。但如果加上一个有户，就表示这个有非善非恶，有污染，有污染哈。为什么呢？有污染，怕人家看到，所以把它覆盖起来了，叫有户哈。还有一个叫无户无忌无户无忌哈，就是它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那叫做有无户无忌。那因为这个大呢，是说它的影响力的确是比较强的哈。那中的话呢，它的影响力呢，它是比较偏于一切不善心，但是它没有片染哦，片染哦，所以是属于中哈。不过这个中很厉害哦，无惭无愧，就是没有羞耻心的意思哈，没有惭愧心嘛。我们前面有讲惭愧哈，那它一般来讲呢。是，比如说无常它是常的反面，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所为恶行在内心里面呢，毫无反省悔改的意思甚至于还有些人会什么大言不惭的自认为有道理这个我们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嘛辩了半天那。对于可耻的恶呢，不善法，不以为耻哈。那所以
这个不产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哈。那成为世论里面说到呢，迎合无产，不顾自法，亲近行善为信，这个他的本性上是啊，不顾自法，就是自己不会去反省自己哈。然后呢，对外的话呢，就是不尊重行善哈。然后呢，能障碍呢，常生长恶行为会发生，会什么？会长出什么恶行哈？这个是意思是说这个自己呢不闻正法哈，然后呢轻视有德者而不尊敬哈，那拒绝为善业而不厌闻的意思哈。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对自己所做的罪恶行为，在内心里面没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哈，悔改的意思哈，甚至于刚才讲的大言不惭的认为是无所谓，对可耻的恶呢不善法不以为耻哈。做人呢，如果做到没有羞耻心存在，自然呢是没无所忌惮的哈。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都会任意的做吃，对于仁义道德法呢，对于一切的功德法，不但不恭敬遵从，而且呢根本不放在眼里哈，认为是这个所谓绑人的东西哈，绑人的枷锁哈，自己呢既然这样放荡行开的话呢，那不重道德行为，对一切的行善的道德人呢，他当然也就无所谓的畏惧，给予看不起他哈，认为这个是假道邪哈，认为他们是呢假仁假义的人哈，那是一个伪君子哈，不值得跟他们接近往来。一个人到了眼君子敬小人的程度的话，终日与这个胡情国党的混成一团哈，那还会做出什么有益身心的事情？自然增长种种的罪恶哈，掉进罪恶的深渊呢，没有办法自拔。那我们知道呢，现今的人间，这类人呢，到处可见哈。我们尤其看到很多的新闻的报道也可以了解到哈，有很多人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哈，这个很难呐哈，你要渡他都很难哈。好，那无愧呢，就是愧的反面哈。也就是对自己的所做的恶行呢，那对就是对望于这个有德者或者世间的公义，还不羞愧哈，别人怎么讲他不管了哈，那还神气活现的自以为是哈，那《成为世论》里面有提到，因何无愧，不顾世间哈。从众报恶为信哈，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哈。我前日看到新闻呢，说我们屏东兰州有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位黑道大哥往生了，哦，听说人很多哈，上千人哈去送行哈，那这个。而且我们现在也了解呢，社会上也有很多黑道的人呢，很霸行嘛，吼，他甚至于认为自以为是，吼，自己了不起，吼。我们很多的年轻小伙子呢，也因为崇尚他，所以常常会入黑道，吼。那就是以从众报恶为信哈，
它的性质上是这个样子哈，能够障碍魁，能够生长呢这个恶行哈，能够生长恶行，啊，不顾世间呢，就是对于社会的言论毫不顾虑，无所忌惮哈，不但呢轻嫌忌恶哈，忌善哈，而且呢更崇尚暴徒，尊重恶行哈，教之无常尤甚哈。对现世未来之恶报呢，不生怖畏哈，对世间的言论也不畏惧，而肆意为恶，啊，这个叫做无愧哈，哎，这个做人呐，应该有一个言言可畏的啊一个痛感才行哈，也就是说，不管做出什么不如法的事。特别的像沈莲日啊利己的不道德的事，现在还有人这个沈莲不利己哈，沈莲沈己也在做哈，或者有违社会公益的福利的事情，应该顾虑到世人对自己的指责。可是呢，一个没有羞愧的人，对于自己呢造了无边的罪恶，将来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他都无所谓的，不觉得可怕哈。那哪里还会顾虑到别人哈？还会顾虑到世人对他种种的讥笑跟苛责哈？一个人到了不怕世人的批评，还有什么罪恶的事情不敢做哈？因而对于凶暴作恶的小人，不但不知道远离他们，反而很尊崇。敬重他们哈，觉得他们极为够朋友，于是中路呢跟他们在一起，花天酒地的做种种的坏事，增长自己的种种的恶行哈，那一切烦恼以及随烦恼呢啊就会成为他的自伴而发生活动哈，所以惭愧心一定要有，无惭无愧。不过是现在有很多的社会现象，的确让我们感觉到呢很不自在的，就是说啊，这常常有人呢根本啊就是啊无惭无愧哈，很多人哈讲谎话，这个什么眼不红气不喘哈，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哈。好，过来呢，我们看24页的大八哈，这个大八呢就是八个大随烦恼哈，那是指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失恋、散乱、不正知哈，这八个大随烦恼。那他说为什么叫做大随呢？因为他的性为染污哈。都是不好的，而且呢是横遍已染，就一直染了哈，没有办法漂白哈。那所谓遍已染心，不但遍已不善心，而且通于有护无忌，刚才有提到过了哈。那就他的横遍染心来说呢，简别于愤哈，愤怒啊，这个十个小随烦恼哈，因为小随烦恼呢。虽然为染污，但不片染，哦，它有一些还是啊好的哈，啊还是可以作为啊这个所谓的菩提啊，把烦恼变成菩提的哈。第一个呢是不信，不信呢是指信的反面，为信呢所对峙哈。成为顺理里面说到呢。因为不信，以实就实事哈，德行哈，能啊这个能力哈，不忍乐意哈，心慧为信，能障尽慧啊，这个所谓行堕一为业哈，那不信呢，这个跟信的三项刚好是相反了哈。不信诸法真实，事理实有，这个就是实，
不信佛法，佛法生真实清净之德啊，不信自己及他人一切善法能够得到，能够有所成就哈，他都不相信。那不信呢，自心混浊，而且呢，更能够混浊其他的心跟心所，就像我们污秽物一样哈，自己呢污秽，也会污秽他人哈。那我想呢，这个不信的话呢，就我们佛陀讲过嘛，哦，这个他也没有办法度的人，哦，他对于不信佛法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超这个超度他的，哦，那有因为信跟不信是敌对立的，哦，有了纯洁无瑕的净信，他就有污秽龌龊的不信心理，哦，就不可能升起，这个纯信的活动哈，就是你有污秽的，这个心理的话，那你就不会产生净信哈，因为不信是信的反面，对于信的意义有所了解，对于不信当然也要知道哈，那有了不信心所在内心中的活动。不说对外在的一切不起信心，就是对自己呢，可能成佛做主，或者做圣贤豪杰，也同样的没有信心哈，就是这个信心不单单说自己不能成佛啊，也没有信心的哈。那正因为他是这样的，秽恶不净。所以呢，能够障清净的净信哈，而懈怠之所以依止，懒惰嘛哈，就是不想精进哈，是以这个不信啊，反正我不相信啦，我干嘛去努力哈？那我们试想想看呢，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要他鼓起勇气，扛起精神去做种种的尽善功德，那怎么可能？他一定不要嘛，哈，他根本不相信，哈，他认为功德可以得快乐，啊，伊即马就足忝的啊，要叫伊做，哈，那当然只有懈怠、无所事事的人呢，他就这样子中卧失中入，就是行尸走卧的啊，一直下去，哈。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不信哈，第二个呢是懈怠哈，它是精进的反面，为精进所对峙哈。陈维书论说呢，因而懈怠，于善恶品修断事中，就是说对于善的，我们让它增长。对于恶的，我们要断食哈，这样的修行里面，懒惰为信哈，能够障碍精进，增染为业哈，那能够懈怠呢，能够滋长染故，以滋染事呢，而策动者，即名懈怠哈，退善法故哈，就是对于这个他会。把污染的事情呢，会滋长哈，然后呢，对于滋恶事呢，他滋染的事情呢，他会策动他哈，那也是就是说他坏事想去做了哈，那在善法应修而不修，恶法应断而不断哈，为之懒惰哈，为之怠惰哈，生死呢，行尸走肉。死得与腐草同朽哈，这个虚度光阴哈，谓之懈怠哈。这个懈怠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哈，一个懒惰懈怠的人呢，对于所应修习的一切善法，不但缺少呢，甚能努力的去做。
就是偶尔的，偶尔的去做一做呢，也不能够持续不断的做下去哈。原因在于他对一切的善法根本就不存有恭敬的意思哈，认为这个做不做是无所谓的哈。可是呢，对于世间认为不应该做的恶事呢，他反而呢勇敢的去做哈。那这个是所谓的懈怠哈。那一般来讲呢，小乘有部跟大乘的唯识呢，唯识呢说放逸是不放逸的对治，懈怠呢是精进的对治，根本不承认有善品哈，根本不承认有善品，因而呢不得不立一个独立的这个懈怠的心所，认为放逸跟懈怠。它的性质呢，完全不一样哈、哦，放逸，我们就刚以前说是放纵，自己的身心嘛哈、哦，也就是对于世俗的一些喜乐呢，我们放纵自己，而懈怠呢是不，对于好的不去做，对于坏的呢反而增长哈、哦。好，过来呢，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就是放逸哈、哦，第三。这个是不放逸的反面，为不放逸所对治哈，是指放荡、充裕哈，心不防护啊。我们一般来讲呢，说心要把它保护好哈，它放纵的话呢，就不会了哈。廉耻不顾哈，那道德丧失哈，这个在就叫放逸哈。那成唯识论里面说到呢，什么叫做放逸？他说：“以染净品不能防修，纵荡为性哈，放荡哈，就是把自己根本就没有收敛哈，暂不放逸，憎恶审善守一为业哈。那又意思是说，由懈怠贪嗔痴不能防修。”染净品法哈，总名为放逸哈。那在染品法不能防，就是对于污染的行为不能够去防范哈。那对于净品呢，不能够去修，也就是最好的事情不能够去修行哈。那只有充裕放荡哈，叫做放逸哈。那这个是以。一呢，这个所谓的懈怠跟贪嗔痴三毒假立的，它没有自体哈、哦。那一般来讲呢，这个放逸的话，一个放纵逸乐的人，对于所应断的杂染品类呢，固然不能够作为有力的预防哈、哦。那对于所应存的清净的品类，同样的呢，也不能够做不断的勤修哈，特别是对于五欲的放纵哈，就是我们喜怒哀这五欲哈，这个饮食啦、娱乐哈这些哈，任意的要在五欲里面呢慢然接受哈，就怎样的慢然接受去享受五欲哈，从来不知道有所的节制哈。佛在《阿含经》里面曾经说到呢，放逸，并且以托呢，以他放逸呢，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生与意呢，所造成的一切罪恶行为，都是由于心的放荡而来的哦。也就是说，佛认为，你的心一放逸以后，那你就会。胡搞瞎搞哈，那很多事情就会做出来哈，所以他认为放逸呢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那第四个呢是昏沉，这个是修行常常会碰到了哈。昏沉呢是清醒的反面哈，
为观照之所对治，就是说昏沉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提起精神来看。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叫大家在修行的时候，万一有烦恼或者任何的一个心念起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你就看着他了哈。有人会睡不着嘛哈，那怎么办呢？啊，你就看着自己啊，啊，看你睡得着睡不着，你就看着他哈，啊，不久你就会睡着哈，就是看着他，他就会不见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昏沉的话会使身体不能够得到清安哈，心不能够入观哈。你睡着了嘛？你怎么观呢？哈，啊，所以《成为师录》里面说到呢，因何昏沉，令心一静，无堪忍为性。哈，就是我们的心，事体呢，心嘛，哈，对于静呢都没有办法反应了，啊，没有堪忍，堪忍，哈，就是没有办法观了，也没有干反应了，哈。啊，这个为他的性质哈，能够障清安哈，毗婆舍那为业哈，这个是主的业哈，毗婆舍那哈是主哈，那这个是心所使身心沉迷昏灭哈，丧失进取积极活动的心，然后以痴呢为根本升起。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明呐，哈，无明很厉害哦，痴哈，无明很厉害哦。我们了解呢，我们是从无明而来的嘛，哈。我们啊，会出生，因为我们处在无明之下啊，就十二因缘就一下就跑出来了哈。那所以呢，是以痴为根本升起，痴以迷暗为性哈，昏沉则以闷重为性哈，昏沉使心沉重，显示一种不活泼的状况哈。所以啊，这个昏沉的话啊，即便呢是一个让人家不能活动的意思了哈。一般来讲，一个修观行的人，也就是修主观的人，他的心呢，对于所观的境界，理应胜任愉快，观察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呢，修主观的时候，入定了以后，他要起观嘛，那一般来讲会叫你修什么？不净观嘛，不净观怎么修？就要从你的，我们不是禅坐吗？禅坐你的眼睛往下看嘛，看到什么？看到你的脚趾头嘛，哈。我们不是盘起来嘛，哈。那你往下看，哎，看到脚趾头，从脚趾头开始不净，开始烂起，哈。然后全身一直腐烂掉，哈。也就是让你呢，不在于啊爱恋你的身体，哈，这个肉身，哈。那他说观察的时候要观察清清楚楚，他要烂的一块一块的，掉的也要一块一块，包括那个骨头都要看得出来。那因为呢，终日昏昏沉沉，在黑暗的中呢来讨生活，所以不能够清楚的观所观境，而且身心感到极度的沉重，像这样的昏沉沉重，不但空过大好的光阴，而且能够破坏今世或是真实法乐的心，也能够破坏或是升天跟得涅槃的大乐。他认为昏沉就是像迷迷糊糊，昏昏沉沉过一生的话，那就不能够修观了，那不能够得到空性，那你就没有办法断除烦恼。那
而且能够破坏今世后世真实法乐的心，也能够破坏后世升天根登涅槃的大乐。那当然知道这个是一个恶法，昏昧无知，人事不省，这个像死人一样，事而无所觉事，是最为不善。它能够障清安的现象的出现，令身心不得轻快安适，所修的观呢，毗婆遮那呢，不得成就哈。因为观行的观诸境界是要明明白白哈。如果一经昏沉起来，那就会昏灭盖覆自心哈。一切所有所见，哪里还会观成？假定昏沉心清，应该思维分别法相，或者悉性于鼻端，或者张开双目，可以克服昏沉哈。其实这个昏沉法的话一来的话呢，你要有警觉啦，没有警觉你怎么你就没有办法哈。我们说我们佛呢，能够自觉嘛，这个觉性很重要哈。有些人哦，一入观以后，我刚才讲过哈，那个观很有名，就是不净观哈。他是从观哦，想哦，观哦，就是用第六意识去观的哈。你要看也可以了哈。一般来讲呢是身体，就是从一般来讲是从脚趾头开始观哈，刚看着它腐烂、掉落、白骨出现哈，一直到全身哈，这个叫做变成白骨了哈，白骨观哈。那在观的过程里面会发生昏沉。因为这个是身心疲劳嘛，我们知道我们看那个东西都会疲劳了，身心疲劳之后可能就会造成昏沉。那你昏沉一来，你要有那个觉性，没有觉性就睡着了。不过我有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昏沉一来一打瞌睡，身体会摇晃，那也会醒过来了，也会醒过来哦。那醒过来以后呢，那你也可以哈，就把我们刚才那个哈稍微放松一下自己哈，然后再专注一下哈，然后再起观就可以了哈。当然这个功夫呢，是要慢慢的哈，昏沉虽然会睡着哈，我有时候也会认为说入定哈，不一定哈，有些人睡着了，昏沉了，不一定入定哈，那就看他的这个心态怎么样哈。不过这里面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我们第五个。吊脊，吊脊哈，吊脊呢也是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一个心态的活动哈。什么叫吊脊呢？他说26页啊，他说心清躁之状况哈，也就是说坐立不安的现象哈，神魄不安，多增散乱，妄想昏昏哈。不能止息。修观，我刚才讲过，我们一定下来之后，刚开始我常常会以前忘掉的东西会想起来哦，比如说张三欠你5块钱啊，你也会想起来哦，别人对你的不利，或者是对你的一些你认为不舒服的情况，也会想起来哦。
那这个时候呢，就调集，这个就调集了哈，就跑掉了。啊，这一些就是让你胡思乱想起来的，这个也是在修定的过程里面啊，常常会发生的哈。那我认为调集比昏沉更严重哈，因为调集有时候如果你顺着这个思路啊，顺着这个心念往下延伸的话，像连续剧一样哈，一幕接着一幕来的话，那你就很麻烦了哈，你就很麻烦了哈。那这个陈维师傅呢说到呢，因何调集哈？他说令心一静，不极静为性哈，能够障行舍。我们前面行舍是什么？把心什么摆正嘛哈，平等正直无功用智啊，这个行舍哈，那娑摩他是指哈，是指为业哈，就是能够障止了哈，你就定不下来了，你就定不下来了哈。那不极静呢，就是说众生常追念往昔所经。不正寻求的乐事，心呢会先动腾跃吼，不堪泥己吼，调集呢有三种吼，有一种身调集，也就是身体呢会东荡西荡吼，漫无目的的游行，甚至于是坐立不安吼。这个不是帕金森症了哈，跟帕金森不一样哈。帕金森是一种病症哈。那调集的身调集，就是说你这个人呢，身体安静不下来，哦，东摸摸西摸摸哈，没有办法。譬如说没有蚊子，但是你总感觉这个好像被蚊子咬了，这哪里痒哪里痒哪里痒哦。身体不能够安静下来哈，然后呢，他说呢，第二种呢叫做口调己，这个呢，他说比较喜欢唱高调哈，那还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哈，还有是非、谈笑风生，甚至于呢言说不三不四哈，那这一种就认为是。口调己哈，就是说言不及义哈，然后呢，不是笑诶，这个是我别讲啊，他这个是，你还喜欢高谈阔论，还有说东说西哈，讲人家是非，这个都是属于口调己。第三个呢是心调己哈，是指心好。这个是心呢比较喜欢纵情放逸吼，东施心逸，崩失吼，就是你的心安静不下来吼。所谓调集，主要的意思还是你的身心不能够安定嘛吼，身心不能够安定吼，那。这个我认为是比昏沉比较麻烦了哈，昏沉那就睡着了嘛，起码可以身心休息嘛，调集是很耗心力的呢哦，我们一般来讲胡思乱想是比较耗精神的哦，所以胡思乱想是比较不好的哈，比较不好的。那一般来讲呢，这个。调集呢，能够障碍所修的禅定哈，因为定要心的极静才行。如果一味的调集的话，心就散乱，不能够入定哈。所以入定的人呢，就不可能有调集的行为哈。那我所以调集也是很麻烦的哈，
那一般来讲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用关照哦，心跑掉了，啊，跑到哪里去，你就看到哪里嘛，看着它哦，哦，提起你的心情去看着它，它最后就会不见哦，最后就会不见。这个也是一个啊，对于我们吊脊的人哦，常常比较容易睡不着，啊，常常心散乱嘛。那妄想很多吼，比较容易睡不着。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要观着它吼，看着它，看着它哦，你看着它，它的起伏。一般来讲，我们说我们躺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把精神提起来看自己哦，哦，可以观看自己，然后看自己呢这个胡思乱想的想法。那当然你也可以想说，这个是灰想，这个灰量或者是比量，你现在是想的是延伸前一个量下来的，那是比量嘛，就是前的念头然后引申到下一个念头，那是比量而来的，那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的。那你看了它，它自然的啊会消灭。第六个呢是思念，它是正念的反面。我们前面有提到念嘛，啊，就是说舍善念的邪念。那为成为书论来说呢，迎合思念，对于所言不能够铭记为信，啊，看到的你不能记起来，能够障碍正念。善乱所依，善乱就依这个而来了。那为思念者心善乱故，这个是指对于所言的尽跟所学的善法不能够铭记不忘的一个精神状况，因而被称为污染念。那是依痴跟念假立的，别无自信，别无自体，就是说他这个念头呢，他不会单独起来的啦，他一定是别的引起来的，别的引起来的，比如说跟着痴跟念而引起来的。这个跟那个我们现在的什么，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啊痴呆吼，痴呆不一样吼。这个思念它是专门对所谓的你所观的境跟所学的善法不能记住来说的。佛法里面所说的吼，大部分都比较偏重于佛法里面的善恶，哦，那不是一般的啊，我们所谓的失恋的，就是说没有忘掉了吼，哦，这个失智症吼，哦，那一种是不大一样的吼，哦，痴呆吼，哦，这个好像啊，越来越多吼的人会患痴呆吼。那当然，治疗方法吼，听说了吼，啊，可以让他，我们用佛法那个念吼，也就是说，让他对于他所知道的环境吼，让他更熟悉一点。会让他引起他的记忆，就是铭记了，啊，譬如说你不要变动他的住所，不要变动他的日常的所熟悉的东西，如果你变动的，对他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因为他对新的事物没有办法记忆了，他记忆的可能只是以前，就是所谓的真习见哈，这个念哈，真习见以前曾经
学习过或者看过的东西的那一些境界，能够引起他的记忆，哦，这个是思念，哦，思念它也是一种舍善法的邪念，哦，我们刚才提到过，哦，那一般来讲呢，啊，一个思念的人呢，除去了正念的力量，对于他所言的境界，自不能够明白的记忆，哦，所以能够呢，障碍正念，令诸心念的向外去奔思了，哈，为所有善乱心的所依止，哈，啊，所以善念呢是不依念正法，而对正法有所忘失，哈，佛法还是讲他的善恶的问题，哈。你对善法忘掉了，失恋，哦，然后对恶法熟悉了，那是恶恋了，哦，那以三界一切烦恼相应的前六世，这个是相应的，哦，就是啊，失恋呢，它只会跟前六世相应，哦，那一般来讲呢，第七世呢，啊，护法是认为相应了，但以前的小乘的学者认为不相应。那第八世根本没有跟他不相应了，哈。我们第八世呢是一个四海嘛，哈，它是一个像储存体一样，没有善恶观念的，哈。否则的话，它有善恶观念的话，所有的东西就融不进来，哈。第七个呢是善乱，哦，它是安定的反面，哦，能令呢身心失散流淌，哦，不能说舍其心于专制的定境，啊，这个叫善乱，哦，成为树流里面说呢，因何善乱，说对于所言令心，啊，这个流淌为性，哦，能够障碍正定，啊，恶慧所依，哈，流荡呢，应该就是所谓的流失放荡，哈，啊，就是所谓的什么躁乱，哈，就是很烦躁、很忧烦，哈，很就是啊坐立不安的样子，哈，坐立不安，哈。善乱跟调举有什么不同，哦，这个地方有提到，哦，他说调举能令心跟心所于一境起多解，于一世里呢，啊，左思右想，莫哀于世，哦，调举就是会胡思乱想，你本来在观的一个，啊，境界，结果想出很多，哦，比量会量都来，哦，那这个呢叫调举，哦，就胡思乱想去了。那善乱呢，他说能令心跟心所于一念呢更言多尽，哦，即一念间对此事理思之不得，更思其他。善乱呢就是会想到除了这个境界之外，你会想到别的境界去，哦，就是很多境界都跑出来了，那这个会让你的心呢散乱掉，哦，啊，掉只是想太多，哦，就是一个境你想太多，哦，很多面都跟你想了，哦，啊，这个叫掉只，哦，事实上呢我认为都会使身心不安的一些活动，哦，阿毗达摩集论呢，啊，说到善乱有六个，哦，为自性善乱、外善乱、内善乱、相善乱、出众善乱、作意善乱，哦，它有六个，哦，所谓自性的话就是，啊，你本身就是会一看就一观就可以好几个境，啊，这个境界出来，哦，
那外善内善齁，还有向善啊，这个分得很细齁。然后二慧的话呢，是说察别境中的慧心所，会通三性。那凡是与污染心、心心所相应的慧，就是二慧齁。我们会戒定慧嘛齁。那定中除了会起观齁，止观，止观最后的目的是能够生出善慧嘛。就是所有的智慧呢，都会产生了齁。像我们有很多的出名的出家众齁，比如说我们的广清老和尚，他不是日，但是呢，他修了禅定之后，他也开智慧了齁。你问他，你不要跟他讲什么经典什么那个，你问他事情，他都可以跟你回答，而且他回答的都是根据啊佛的经论而来齁。那不像如果说我们产生的是恶慧，所谓恶慧的话，就是恶会产生恶果恶业而来的齁。那就是以污染心呢升起的时候，由调举跟散乱之力，常于一境中起多解，及一念中言多尽，与所谓的心言意马呢相似齁，必在正见之力方能够制服齁。这个是啊说啊，我们这个怎么样去治这个散乱的时候，跟啊调举的一个方法齁。所以一般来讲呢，啊这个能够令身心躁动、扰乱的一种心理活动齁。是知恶慧所依的啊，这个我们就叫做啊善乱齁。那他呢会跟啊所有的只有第八识不起相应齁。所以我们在禅定的时候，他会跟第七也会相应，然后跟前六识当然会相应了齁。所以他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啊，一个烦恼和心所哈。第八呢，不正知哈。他说：“知见之不正当啊，古代说呢，不甚至杂的阿毗达摩心论呢，说呢，颠倒决定，名不甚至哈，就是啊，坏的。”哎，好的你看成坏的，坏的看成好的齁，颠倒了齁。那陈维士论说呢，不正知的话呢，是所谓在所观境妙解为信齁，就是错误的解释齁，能够障碍心正思齁，毁患为业啊。对于所观境，就是你观察的境界错误的啊，认知，而且做邪恶的解释哈，那这样子能够引起恶的生口意业哈，以至于犯戒律哈。这个呢啊，是依恶慧跟痴而来假立的哈。这个不正知哈，不正知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啊，就是知见的不正当了哈，知见的不正当。那不正知的人呢，对于所观的各种境界，由于自己的知见不当，那不免呢对他产生种种错误的妙解齁。啊，譬如说是非颠倒呢，善恶错乱等等齁。可以说这是邪恶的污染的智慧能障正知的升起齁。那
导致错误的认知，既不能够正确了知一切所观的境界，自不免会啊毁坏原生正当的道德行为哈、哦，那或者会毁坏佛所制定的清净戒行哈、哦，以至于造成很多的罪恶。这个呢是所谓的啊、不正知哈、哦，那啊、中二大八贪嗔痴哈、哦，啊最后我们二十七页来提到贪嗔痴。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贪嗔痴我们一般称为它为三毒哈、哦，那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了哈、哦。我们知道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你不给他吃，他会抢着吃嘛，哈，那也是一种贪的行为，哈。那贪嗔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是指六根本烦恼前面的啊之的三种，哈。那所谓的根本烦恼呢，是指说一切的烦恼的根本啊，能够升起其他的种种的烦恼。我们前面提到了啊。大八哈，大随烦恼八个，跟两个中随烦恼，都是由这根本烦恼来引起的哈。啊，就像能够树一样哈，根能够长出枝叶哈，然后呢啊，这些枝叶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随烦恼哈。那造作他的这个。根本烦恼呢是造作万恶的根本哈，因为我们呢所有的一切罪恶都是因为这些根本烦恼来发动造成的。凡是烦闷哈，啊，扰忧之意哈，扰呢是扰乱哈，热恼之意哈。换句话说呢，这些心所是精神界的捣乱分子哈。那我们心中有些捣乱分子呢，不断的在活动，必然呢感到烦闷苦恼哈，觉得高度的不安，所以称它为烦恼哈。那这个三个根本烦恼啊，是我们要常常去留意的哈，因为它不时的会跑出来哈，不时的会跑出来。啊，第一个呢，提到贪哈，它是无贪的反面哈。啊，什么叫做贪呢？业分的追求，哦，本分的追求是应该的嘛哈。超出本分的追求就是业分的追求，非义而起，啊，不该你拿的东西你拿了哈。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求种种的。啊，这个欲乐呢，啊，都属于贪哦，啊，贪就是由欲而来的嘛，哈，你所乐尽嘛，你想把它据为所有，哈，那陈维书令说呢，云何为贪？已有就是三界了，哈，所有的啊，有的东西有实体的东西，有具就是三界里面。滋养大家的啊，这个啊器具哈、哦，那染浊为性污染了哈、哦，能障无贪哈、哦，生苦为业，最后呢会发生痛苦哈、哦。那它是由爱力起因生故哈、哦，它因为喜欢嘛哈、哦、而发生的了哈、哦。那这个地方说有呢是三界。有记呢是生于三界之因，也就是我认为是知记了，就是说我们在三界，那让三界养我们的东西都属于生记哈。那染着呢是由爱力哈，成于单于处身哈，直为无自我哈。啊、这个轮回三界为之染着哈，贪就是染着，
懒惰能障，便有无着之心，生种种的苦。对于自己所喜欢的娱乐、财物、名誉等等，生起污染之爱来染着它，吼，引生无起印，而生诸诸苦，吼。欲结书呢，啊，他从贪的发生原因，还把贪呢分为十种，有所谓嗜贪，对某些事情的爱好，吼，见贪，还有贪贪。还有奸贪、盖贪、恶行贪、子息贪、亲友贪、诸暨贪、有无有贪，哈，有十种啊。我们不要管那么多了，哈。我们对于爱的所喜爱的东西是禀分的，该我们得的我们就得，超过了我们就不要，哈，那就没有贪的问题，哈。那贪呢？它通于三界，哈。那欲界的贪称为欲贪，那他的性不善为十恶五盖，三不善根之一，那色界呢，无色界的贪称为有贪，他的性呢是有护无忌，因为到了定了，色界无色界就到定界去了，那他是无忌的，不非善非恶，但是什么有污染？为什么有污染？因为它还有烦恼，吼，啊，它虽然作用比较微弱，佛教呢，单把贪视为最大的恶业，吼，恶德，吼，是一切罪恶烦恼的根本，也是招感苦果的最大原因哦。这个是所谓的贪，吼。那一般来说了，吼。因为呢，很多的罪恶呢是由贪所造成的，譬如说哈，无明跟可爱哈，这个是痴跟贪合起来的哈，是一切恶德烦恼的根本哈，啊，是招感恶果的最大原因哈。我们一般来说了哈，这个贪。每个人都有齁，那有些东西我刚才说贬分不贬分啊，就这个就是啊所谓的圣意来判断齁，决定齁，来决定哪些是该你的，哪些不该你的齁。那如果每一个人说都说贬分的话，没有贪恋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不用管就可以很顺利的啊，成为太平世界了哈。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贪嘛哈，每一个人都各取自己所需要的啊，而且是自己的本分内的东西。那你想想看啊，你不贪，你就会不会损害到别人嘛？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是别人的啊，你给他拿了啊，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痛快，或者因而引起冲突嘛，吼，所以贪的确呢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东西了，吼，很要不得的东西。那贪念要去断除它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用缘起性空，或者我们前面唯识家所谓的啊，依他起空，依他起的哈，不是那个，你不要去执着哈，所有的东西都是缘起嘛，缘起就依他起哈。你爱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一定是因缘而生的，缘起的嘛，因为众缘而产生的东西，那它的本质缘灭了以后就会。它缘散，它就灭掉了哈。就譬如说，我们到这边来讲课，或者大家来听课，啊，这个是缘起啊，哈。然后呢，这个叫等一下下课了，大家走了，
啊，这个景就没有了啊，这个境界就没有了。那你不能执着它一直在啊，啊，你回去一直着这个东西，这个境界一直在，那你不是烦恼自己吗？它本来就是空的嘛，啊，它缘起缘灭就没有了哈，啊，不用去贪它哈，不用去贪它，你不用去执着哈，着就是就。染着啊，就贪了吼，那就贪了。那第二个称呢，或者称为慧吼，或者称慧吼，这个是刚才贪是所乐境，对我们的我们对喜欢的境界，我们会起贪念。那现在呢，称呢，是你对你不喜欢的境界，哈，就是逆境哈。不喜欢的境界，哦啊，当前的话，妄动无明哈，对人对事对物有劫害之心，啊，就是说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想让它不存在，那你就会去伤害它，啊，这个心就是嗔哈，从嗔而来哈，啊，陈维树论说呢，云何为嗔？以苦苦计，嗔恚为性哈，能障无嗔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为嗔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不善性故哈。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嘛，苦的话有三苦嘛哈，那有啊这个所谓的啊三苦嘛，就是啊苦苦啦哈。苦就是三苦嘛，哈啊，苦计呢就是一切能生苦恼的事物，哈。那嗔恚呢为嗔的本性，它的形象最宽，哈，一切处俱得升起，所以它是遍三界的，哈。你不要认为你到了无色界，到了念境，你在逆境中还是会升起的，哈。也就是说，你在不喜欢看到不喜欢的境界的时候，你还会起憎恨心哈。那他的是真慧呢，是真的自信哈。他形象很宽哦，一切就都可以升起哈。易学书对论说，嗔是。亦有十种哦，这个啊，就我们自己就以自己身体的，还有呢，所爱所有情哦，对于爱人呐哈，非所爱有情不爱的人哈，过去的真怨亲，未来的怨亲，现在的怨亲，那不可预见，嫉妒、宿习、他见哈，这个称呢。啊，有如此的这么这一些东西哈，那啊，我们也有人说有情真，那境界真，不忍啊，这个还有世袭真哈，若见真啊，这么多哈，那一般来讲呢，大概只有分为三类比较多了哈，有情真。就是说，对于你所爱的，不是你爱的，怨亲债主，哈，这一些呢，都会起真心，哈，都会起憎恨心，哈。然后对境界称，你对于一些你不喜欢的境界，你也会起真心，哈。我们常常呢，对于别人的高兴，有时候也会起嗔恨心，因为嫉妒嘛，吼，对，这个也是一个啊不同的境界，吼，还有见，你有不正确的见解，那也会嘛，不正知也会起嗔恨，吼，嗔恨。
我们这个说呢，爱呢，没有贪呢，是从喜爱之境而生嘛，哈，所乐境，哈，所乐境。那嗔呢，是从违逆之境而嗔，哈，就是说从不喜欢的境界发生了，哈，它是我们入道的障碍，哦，我们要学佛法，啊，贪嗔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哈。其实障碍很多了哈，啊，不管怎么样呢，啊，都是属于重大哈，它是啊称的是恶德根源之一哈，它的过失重大，不但不让于贪，而且比贪还严重。我记得我以前提到呢，有一位和尚，他因为嗔恨心很强。那这个对于一个年轻的啊出家众呢来说法，啊引起大家的共鸣之后，他就起嫉妒心哈，那嗔恨心在他身内呢就发火，啊最后自己变成了一条蟒蛇哈，就变成蛇了哈，就堕到畜生道去了哈。我们。啊，了解呢。刚才那个失恋哈，就是说你可能闻不到佛法，也是失恋之一哦。那闻不到佛法呢，你有的有几个境界哈，譬如说三恶土没有办法闻到佛法哈，然后啊。善的里面天眼也闻不到佛法，所以人生难得哈，只有人因为有好也有坏，有烦恼，所以呢啊才能够在自己的烦恼中求取安乐哈，然后才能够修行哈，这个是我们人生难得的一个方式哈。那佛法是不主张你修功德是为了升天哈，因为佛法里面的天眼还是在欲界里面哈，只是他的功德、他的福德比人好很多哈，他可以享乐，但是享乐有极限，乐的。时间到了，他就会下堕，那不一定会成年哦，可能三恶土也不一定哈、哦，所以他就会坏苦，就刚才那个三苦的之一哈、哦，他就会坏苦，因为乐就变成了没有了，坏掉了，他就变成坏苦哈、哦。好，第三个呢是。吃哈，吃就是欲吃哈，也就是无明。这个呢是对数理不明白的意思哈。成为数录里面有说到呢，淫而为吃。他说于数理，于诸数理，迷暗为性哈，人暗无吃哈，一切杂染所依为业，为由无明起于。邪见贪烦恼，那随烦恼业能招祸生杂染法故哈。这个痴的话就是无明嘛哈，不了解嘛，不了解的话，虽然我们常常世间有很多说啊，不知道就没罪嘛，不知的哦。那但是呢？我们佛法是认为无明是我们的起源哦。他说众生由无明而生嘛，这个十二因缘嘛哈，第一个就是无明嘛哈。还有由无明之力呢，一事一理，细论分别，细论就是不正当的言论嘛哈。那长夜轮迷哈啊。
就是日夜的轮米哈，中古水转，就一直的这个轮回哈，难以处理哈，所谓的无明，不如实知因果等的实事真理，为之烦恼杂染发生所依哈，是一切烦恼的根本，遍于一切烦恼。在诸烦恼中是最重的一种烦恼啊，都是最重的哈，因为无贪嗔痴是三毒哈，常常三个会一起来三个有时候会一起来哈。他说贪嗔痴那三法为根本，一切杂染法依诸而生哈，故称三不善根，又名三毒哈。这个是我们所提到贪嗔痴这三个法哈一般来说了哈，我们之所以为人哈，当然有好有坏哈，有乐有苦哈。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前面提到过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心念会起来哈，也就是说，就是我们没事情哈，我们无事的做的啊，心里面也常常会跑出很多东西哈。那这些心念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它哈，要观它嘛哈，它是属于。会让我们高兴的，或会让我们痛苦的。让我们高兴的，一般来讲就是善的心所；让我们烦恼痛苦的，就是烦恼心所哈。那烦恼心所里面，我说有26个，那最根本的就是6个，啊，那再减的话就三个，就贪嗔痴，是最根本的哈。后面的这个慢疑见，我们前五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慢是什么？共高我慢，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嘛哈，比别人好嘛。啊，前五是限量啊，他没有比量啊，所以他没有。不会跟他相应，那疑呢？怀疑啊，那怀疑是要有这个有所谓的比较嘛，或者是有一些有一些想法才会有怀疑嘛。可是我们前五识是限量啊，它不会引起怀疑。看到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不会想很多哈。见也是一样，见呢是邪见、恶见哈。那跟前五识，因为前五识不会想那么多哈。是，但贪嗔痴这个因为是根本，我们一开始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三个就跑出来了，就会跑出来了哈。那我们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呢，我们要常常这几个烦恼心所呢，这个是邪恶之尘啊哈，就这个尘呢，不是很好的尘的尘子哈。那我们要常常跟善良的尘这个大尘呢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去想11个善心所，那11个善心所，我们要常常去思念它，然后引导它升起。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烦恼就比较不会起来哦。你不妨呢，试看看哦，我们。贪嗔痴虽然很强啦齁，这个它的情绪作用很强哦，
因为这个是好像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变能了哈，看到东西就想要嘛，那个好像也是一种什么官能症哟，有一种官能症，哎，心神分裂之一了哈，那官能症哦，好像不能控制自己。我碰到这种人哈，他看到什么东西就想拿了，啊，他是不是想贪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有那个习惯哈，他就有一个那个习惯，啊，比如说公用的肥皂，哎，他看到他也想拿，也想取走哈，这个是一种官能症哈，那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心念哈，就是说贪的心念。可能太强了，而他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正知正见去把它观空哈、哦，啊，那个东西本来就是缘起的嘛，哦，大家需要嘛，所以放在那边嘛，啊，最后不要用完了就没有了嘛，就缘灭了嘛，那不会永远存在的，你拿了它，它在你身上它也会没有，放在那边也会没有。那、啊、既然不是你的，你拿它干嘛呢？不能永远哈、哦，所以呢，一般来说哈、哦，我们起烦恼心的时候，要能够起一些啊，我们所提到的，你依他起的观想也好，或者缘起性空的理论也好。或者三法印、哦、也好，苦空无我、哦、极尽涅槃、哦、这几个所谓三法印四法印，我们都要常常的，这个是在观的时候要起的观念、哦、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前面刚才、提大家要去练习了，在定境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起观哈。在定境中的时候，你只要起清安就好。啊，清安就是放轻松，让身心舒服就好。啊，放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去起观哈。我没有叫你修主观哈。那起观的话，那要有人啊，这个。一定的引导，因为它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心理作用，那你如果说马上没有解决，怕你执着，怕你执着会琢磨，执着会琢磨，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是很轻松的把身心放轻松，然后呢，感觉那个放轻松以后，那个愉快感就好了哈，娱乐哈，很舒服的感觉就好了，啊，不需要去啊起什么观哈。那当然，如果你要去修主观啊，当然比较有名的是天台了哈，天台其实不一定了，所有的宗派。都有主观，佛教里面不管它是什么宗，都有主观哈，因为你一定要定嘛，戒定慧嘛哈，一定会有定，然后你要产生慧要观呐，啊，戒大家应该都了解嘛，啊，定就是刚才啊那个啊心一定。心要集中专注于一个境界上哈，结果你就会身心安定下来嘛哈，那就达成定。可是要生慧就不容易了，生慧要去观，怎么观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就是说你要起观，然后在你的所观的境界里面，你要去了解。这个所谓的真理的面貌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三法印啊、缘起性空啊，都可以从观里面去得到，哦，那就可以得到智慧了哈。
我们今天呢，大概把前五世的心所都介绍完了哈，有这个所谓的五个遍行、五个别境、11个善心所，还有呢中随烦恼2个，大随烦恼8个，还有贪嗔痴3毒都做一个介绍哈。然后我们下一次就准备介绍怎么样来起作用哈，也就是说我们前五世，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多一点哈，后面会重复了哈。比如说第六世的时候也有心所嘛哈，那这个心所我们现在就已经讲了11个。13个就24个了哈，24个，那后51个嘛哈，那还有20几个哈，就是到第六世的时候还会介绍其他的心所，那有些都很细哈，那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作用，也可以作为我们情绪管理的一个方式啦，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阿弥陀佛。我们要回向，愿消三障之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